十岁生日啦，啊，伊就送我一台相机，给我做生日的礼物。新店边有开摄影课，啊，阮就去遐报名。头一先去学，讲一寡迄个专业的迄个摄影的迄个技术吼。迄阵我是听无啦，听无，听几啊摆吼，也阁唔知伊个大光圈、小光圈吼，点啊一直变来变去吼。我迄阵听无啥啥，我一直认真去突破，头一先真正有困难。困难真多，听师傅讲哈，就是讲用心就是专业。我一直是感觉讲，有啥物件吼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学个会，我一定要学个会成功。因为我学翕相，到即阵已经十二三年啊，啊，我慢慢学，吼，慢慢学，到尾嘛是突破啦，反正会晓啦。所以定讲有心就不难啦，吼。你有心要去学，一定会晓啦，呐哈。对啦，因为做主席会用讲天天都是真欢喜，吼啊，尤其是做三合一的，佫更加欢喜。啊，会当参到老菩萨，啊，佮少年菩萨吼，结到真济的好缘，所以我感觉做真善美，真有意义。啊，所以定讲时间来不及，时间无够用。啊，所以我就是抱着这点心，我认真做主席，会当做赶紧做。